不放弃纸，他不放弃水墨。嗯，赵春祥如果以抽象表现主义这个角度来讲，他是最早的那一位。你是赵粉第一名的，对不对？艺术界不需要排名。但是一看，哇，很像范宽的那个大大的一个山在中间。它有可能是下一个太阳，或是下一个恒星。我没有离开过他，他一直活在我生命当中。